春晚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企业的社会责任。尼尔森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了，亚太区有64%的消费者，他们更倾向于购买对社会负责的公司所售卖的产品。也就是说，企业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形象，那么其实对于本身的商业运作也会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本地就有一项乐善公司计划，他们专门帮助企业展开回馈社会的行动，鼓励他们把承担社会责任融入他们企业规划的一部分。好，欢迎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首先欢迎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乐善公司计划副主任郭诗韵，诗韵你好。你好。也欢迎英飞凌科技亚太私人有限公司销售业务发展主管许怀林，怀林好。你好，你们好。对啊，您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乐善公司的这样一个计划哈。这个乐善公司我们英文叫做Company on Good，是我们这个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就是2016年6月的时候推出的。我们推出这个计划和项目，主要的就是想帮助公司更加能够把他们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活动办得更好，更有效益。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Company of Good， 公司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把他们这类型的那个活动做得更有策略力，持续和有影响力。所以其实到现在目前呢，我们大概有1000个这个企业那些会员加入了。这些会员都是有些都是不同规模和不同的那些产业的公司。所以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公司说我不要参加？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的，一定有的，就是有一些这些公司，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你不要参加，他们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不想，可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开始创办这些活动。有些他们也是就是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那些好像资料啊，或者能够帮助他们的这些资源，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开始。另一些公司呢，他们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他们会觉得我的资源不够，所以如果我做这些慈善类型的这种活动，我不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你怎么鼓励像这样子的中小企业呢？所以我们就是欢迎他们来我们的这个 Company of Good， 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们的 Company of Good 有很多这些资源啊，还有这些也是有一个框架，能够指导他们怎么把他们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做起，然后怎么慢慢的进步。欢迎你们公司加入这样的计划，最初的用意是什么呢？什么原因 ？OK， 其实我们英飞凌哈是一个德国半导体公司，我们在新加坡已经大概48年了。其实在48年里，我们都有做一些慈善活动，可是就比较临时性，就没有一个组织构架。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很多员工其实私底下他们也正在持续的去做慈善活动，人也有很多员工他对这部分很有兴趣，可是就不知道从哪着手。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 Company of Good， 就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方向，所以从那一边我们就学习怎么去把它做成一个构架，然后可以一个持续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活动，可以再推荐给公司，然后员工跟公司可以一起贡献给社会。就等于是化零为整啊，原来大家分开做，不如一起做，对，整合资源。那你们在参加这个计划之后，你们推出了哪一些的就是这样子的回馈社会的方式呢？对，所以在参加这个比如说那一个 fellowship 专才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有跟很多的慈善机构去聊，然后认识一下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身为一个科技公司，我们可以从科技那一部分来看，我们可以怎么去贡献。所以呢，比如说在青年方面，我们尽量就是支持科学啊技术上面的学习，然后有跟一些学校合作。然后在环保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在环保部分也有利用到，所以我们也是支持我们的员工跟环保的那些慈善机构一起合作。所以从他们那边也是学习到怎么去呼吁全就是新加坡的员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然后怎么去组织一些HR 的一些 policy 然后可以就是鼓励更多人来参与活动啊，然后跟高层也是可以去聊一下那个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什么意义。
诗远，其实加入这个乐善公司计划，从你们的角度出发，你们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是全程跟着一起，还是教导他们自己去计划，是哪一种？都有的，就是我们通常我们如果那些对 company on good 或是对那些企业社会责任有兴趣的公司，我会跟他们说，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去注册成为会员，成为会员过后呢，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去寻找一些在网站上的一些资料，能够去自助，然后帮助自己去就是增加他们的知识和那些那个技能。另外的，如果他们还需要更多指导的话，他们能够就是跟我们就是问我们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指导他们。这个 Company on Good Fellowship 这个专才计划呢，就是其实特地设立来帮助这些企业他们的那些栽培他们的领导和他们那些比较有高潜能的人才，然后利用他们所学习的东西，然后也是利用他们这些领导的那个影响力啊，去帮助他们的公司把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做得更好。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很有心想要做回馈的，不过有些比如说中小企业，他们人手非常的吃紧，要他们腾出时间来，可能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像对他们来说呢，你怎么帮助他们，有什么好处吗？如果要做这种活动？好处一定是有的，因为其实很多那些公司他们做这些活动过后，他们发现到在办这些活动，他们渐渐的也是提高他们的那个品牌和他们的声誉。然后另外的，其实很多中小企业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招认到很好的那些人才跟员工。可是其实现在呢，很多那些尤其是千禧一代的那些员工啊，他们都很想在工作和生活上找到意义，所以他们也比较喜欢就是跟那些认同做这些慈善活动的公司工作。对于怎么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更加的把他们的这些活动给做好呢？我们通常会就是呼吁他们去看一下，其实他们的强项在哪里，就从那边出发。因为有时不一定是需要就是捐赠钱啊或者物品，有时可能是你的一些人才，是否是不是能够让好像你的一些员工有给他们一些时间出去就是做慈善活动。或是有一些他们的办公室可能有很多余出来的那些空间，可以也是让那些就是慈善中心利用来办他们的那些活动。其实可以出力贡献的地方很多。怀林，像你们公司之前在加入这个计划之后，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活动，好。对。你觉得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OK， 最大的变化就是说，因为我们跟那些慈善机构交流之后，就知道其实他们有缺一些可能资源啊。然后我们从公司角度，如果在科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贡献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协助他们。然后在环保部分呢，我们的产品也是在环保部分也有参与这一部分，可以捐赠一些用品啊这样。对。然后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回归新加坡社会，因为对一个德国公司来说，我们也想认识新加坡的社群啊。然后我有一些外国的同事，他们到新加坡来公干，但是参与我们的慈善活动，就会比较认识新加坡的特殊文化。是，我知道你自己现在还在培训是吧？没有，已经完成了。那个培训的主要的一些内容会是什么呢？主要的内容就是比如说你怎么把一些计划把它做成一个比较有规律的，就是不会说临时性的。然后你怎么去从中得到更多的那个影响力。比如说我们做的某活动，我们怎么去测试那个影响力是多少，然后对别人有什么帮助。比如说我们在学校跟学生交流科学和技术，我们怎么去衡量我们的那个影响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想请教一下诗韵哦，如果我想加入的话，要怎么加入呢？那你可以首先可能到我们的网站注册，我们的网站是 www.companyongood.sg， 然后成为会员。另外的，你也可以就是参与我们主办的一些这些活动，跟其他的那些企业见面就是交流和互相就是共就是分享他们的那些经验。好，是的。好，非常谢谢两位。谢谢。那有兴趣加入这个乐善公司计划的企业呢，你们可以浏览以下的这个网址获得更多的资讯。
是广告过后呢，带大家认识一对在街头捏面人的夫妻啊，看他们怎样把这门传统手艺发扬光大，为狮城的街头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面粉啊，这是糯米粉啊，这是防腐剂啦哈，一些水来调它啦哈，慢慢的调它。这样的做法啊，就有点像要做笋粿啊，还是什么粿这样啦。捏面人就像做笋果一样，这对夫妻他们到底有什么秘诀，可以利用简单的面粉捏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不要错过最后一集的街头亮丽的风景线，稍后见。